能不能带上飞机啊？蛋黄啊，嗯，带上飞机应该没问题，但是你要入境的话我不知道，就是要问能不能入境。难道我问带上飞机然后不能入境我也要带吗？有道理。对，就买一个金门的，买一个马祖的，外岛的时候都喝遍了，马祖就是外岛的，不愿外岛的。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我都是给你先吃的好不好？嗯，不会说好坏派，我只要先表扬自己有意识到，有意识到什么？有意识到小小生的需求。你们是排嘉德的吗？对。哇靠，嘉德排队哦，成疯了，太扯了。你要不要尝尝看这个？芋泥奶酪，买给别人吃，自己先犒赏一个。在这个单子里面直接跟他要就好了，对吧？收银他，好好好。这十二个包装的啊，可以啊。然后六个就小啊，你看六个的，八个的。好，明天早上给买了就好了。然后，但是还缺咖啡，明天早上还要泡咖啡，我再出去买咖啡。这你的早餐吗？好啊。嗯，好。对。对。巧克力的。巧克力，巧克力裹的那个核桃。你想要尝尝看吗？可以买一包尝尝看。哎，阿妈不是带了这个吗？对。啊，阿妈带一个，两个，一个给你爸，一个给你妈。对。对不对？买一点太阳饼给那个王小姐，看一下太阳饼怎么。还有另外一面也有。另外一面。你等一下要买礼盒的话，是不是直接跟柜台讲？对，这就自己拿，散的就自己放头发。这个到底能不能带上飞机啊？黑牙饼能带上飞机吗？带到大陆的话，那个没有蛋对吧？没有蛋，那可以要几个黑牙饼？啊，我连提前10天卖带两三个好了，就两个。好了好了，那别的蛋黄能不能带上飞机啊？蛋黄啊，嗯，带上飞机应该没问题，但是你要入境的话不知道。就是要问能不能入境？难道我问带上飞机然后不能入境我也要带吗？有道理。对，他说要问航空公司，他没等没回答。你好，我问一下能不能入境啊？这个海关我不清楚。哎，对，每个国家的那个海关都不一样。去哪个铜锣烧？怎么样？这里我可以帮你用盒子装吗？盒子要加10块哦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要加哈、嗯？要，这六个要。不是缺那个商品一块的。我还没完，还要这个。买这个可以退税吗？我们没有退税。我没有退税。剩下的在这超市买一些嘛，对吧？嗯。这甜的就这样子就好。来确认一下，它怎么颜色不一样？六度的一盒，桃凤梨跟蔓越莓各半，十二度的五盒，一二三四。桃凤梨跟蔓越莓，哦，只是盒子不一样，它里面都是一样的。所以那你需要买一个大的购物袋一起装吗？购物袋啊，不用吧？购物袋不用吧？我们等一下直接拿车。对。这小盒子收费吗？收。小盒子收费啊？对，这小盒子的话是10块。我只要这六个用这个盒子装行吗？这个盒子收更多哦。这个收多少钱？那个还要加金线，还要加袋子，全部都要加。哦，金线跟袋子啊。纸盒子上有保存期限吗？它是加在每个凤梨酥的外袋上。哦，外袋上，这里面没有。对，外盒没有了。一共是消费2922啊。芋泥奶酪那一个，没有鸡要先冰。我们等一下就把它干掉了。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消化掉了。好，到收银3022。啊，3022，好。谢谢。那谢谢。那个不要了。好。谢谢。拜拜。傻白甜的，这是卖什么？卖麻薯。麻薯对。哇塞。手撕鸡。拜拜。哇塞。刚才龙冲了，我日本的。
对。嗯嗯。拍照片的。要拍吗？那就拍下来啊，弄啊。就这个例子吗？嗯。我都看不到，这是一组四张的啊。嗯。有好多模板哦。这个好了，这个有胶片感。这个啊。嗯。我刚好两份，一人一份。街头艺人，一窝蜂的人啊！这块是成品的悬殊啊。有分这个财经类、商业类、翻译、文学等等的，还有个台湾鬼故事啊。小小店长，能力养成。原始小金刚，你看到了这个是不是？它五折哎、欸，笔记本，因为我本来想在淘宝上买这个本子的，这个拍的，一本五百，对啊，五折之后，对啊，很贵啊，那也五折啊，要可以买一个啊，不空手啊。波普一手对吧？方正木，笑脸，这是手杖。走，去排队。成品会员吗？没有，哦，耶、yeah ，那我想换一本。就这个换成这个，好，谢谢。看你要小辣、中辣、大辣，不要香菜啊！不要香菜啊！吃辣的人，小辣不同的，小辣不会辣。所以猪血糕是什么的？猪血糕就是猪跟米啊。啊，完蛋了！这是花生粉。我知道啊，我弄完就出来了。反正你喜欢吃什么？谁？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好了，猪大脑啊，吃得惯吗？任贤。嗯，用圆圆可以哈，这样。这我连看吃都没吃过。嗯，他们老人家应该喜欢吃花生。跟你爸喝了一个八八坑道，然后又买了一个这个金陵厂的纪念酒。我上次买这两个。今年38度，可以买58的啦。58太高了，我觉得可以买一个。这个好。嗯，或者是这个。嗯，可以买一个金门的，买一个马祖的。外岛的都喝遍了，马祖就是外岛的。
福建外岛的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这个东西就到时候拿个衣服把它包起来就好了。你觉得无所谓？我觉得无所谓。这个是十年前生产的。那可以啦。马祖酒应该是小方瓶的。这个包装看起来还行啊，600毫升也可以了。要一份干芭乐吗？好好，在台北吃芭乐，小份一份50啊，人民币11左右。谢谢。插着两只够吗？插着两只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耶，吃芭乐。哎，有芭乐哎，走去吧。马上就迅速就买了。所以呢？不会说走过去了还没发现啊，或者是说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哇！我都是给你先吃的好不好？嗯。不会错，好太太，没错，我就要先表扬自己有意识到，有意识到什么？有意识到这个默默微微的需求，小小声的需求。哈哈，看，因为这边就前面那个牛排也蛮不错的嘛。对，耶、yeah ，好长好长，太卷。你好，那我们可以先以两人套餐为主，可以慢慢加下去。我们选一个有鸡柳的，那好像是上面那两个有鸡柳。这个因为它的肉鸡柳量会很大，或者是你要点其他肉品鸡柳那一份，想要少一点，再淡点。那你们要杀两个血吗？老干你决定做什么，你做什么。对的，杀两个血还蛮有意思的。这样的做就是稍微不要乱太咸，不然会太差。小头罗派。在法国认识的，对啊，那比较还好。其实你有申请去，这次回来应该下次回来应该过年，一年能回来一次，感觉也就还蛮好了。之后再说，疫情3年都没回来啊。我上次回来是去年的6月份。它是从那个各个价位都有，又高端的，又有那个中低端的，市场全覆盖。对，因为最近这个黄仁勋嘛 ，NVIDIA 那个回答。他就有介绍 VR， 就是用他们的手机，就用他们的系统再去运算一些 AI 的数据 ，VR 系统。所以台湾的电动车市场，很多人说，哎，怎么不让我的电动车进来？就一直在说，可能特斯拉也没有到很好。所以比亚迪在台湾的口碑很好，是吧？要，待会打一个发票吧。好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，走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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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